今天我们要去玩密室。今天那个 CIP 说要带我们去玩密室。Melo。哦 ，Melo 说要带我们去玩密室。我们到啦。这个。我很像美团吗？嘲笑你很新的发际线。哎，你这个也差不多哈，大家不要大呼不小。哎呀，警察你来了。我好害怕哦！因为你昨天自己做单线任务，你还不是去做了？吓得我一惊了。啊！要都吓出来了，我是。我也陪你去，我去的时候你没陪我去。我说喊你陪我的时候，你不服。你自己那儿说走，我们两个一起去，然后出去你就没出来了。都不想站在最后，使劲往前挤。要站在中间才有安全感。记住我们昨天排练的阵型。他不要过来，我们看得到。实际的阵型，下场我们离恶心了。你害怕吗？你看我样子也害怕吗？你二气疼了，被安排了，垃圾地方。你就是亲人，我就是亲人。你学习的好。这胆子最大的是哪个嘛？最大的呀。嗯。应该是我。他一胆子。都没咋叫。哦，一声都没叫过。没咋叫，他都是往肚子头扔嘛。内伤，但是。估计要让我看，我真觉得。就不吓人了，主要吓人的点是他们叫，我吓你明明那儿看到一个人在这儿，这边那个声音要啊，哦，真是要，大家啦 ，Hello Hello， 留个狗子。